我要跟大家带来这首《我爸的猜心》。完全被婶婶说中了。你是玛丽吗？不，我是兄弟。欢迎大家带来这首《玛丽兄弟》。有时候经过那条街的时候，就有点感伤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一个屋主，对，受厄的屋主，他今天住两年，这两年内每次我都晚上不知道干嘛，就很安全这样。都在抽。对啊，就，而且就是动不动三天煮一次火锅，然后四天夜唱一次这样，没那么夸张啊。但是就是常常会去那条路这样。对啊，经过的时候蛮感伤的。好，为大家带来这首《菜心》。
怎样的街，热闹的夜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擦了又湿的泪，为谁想